大家好，今天小猪佩奇又给我们带来新的辨识玩具，这里面会有辨识的蔬菜，让我们一起跟小猪佩奇来认识这些辨识的玩具吧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玩具，有好多零部件啊，这是用来洗蔬菜水果的池，让我们把它组装起来。再把电池放进去，组装好了。往这个黄色的池子里加冷水，再往红色的池子里加热水，接着来打开水龙头，水出来了，有两种水流。小猪佩奇拿来了需要清洗的蔬菜，它们身上都带了很多的泥，看起来好脏啊。把它们放到冷水池里，让我们来把它们洗干净吧。首先是胡萝卜，胡萝卜身上的泥都被清洗干净了。然后是西红柿，西红柿也被清洗得好干净啊。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呢？原来是黄瓜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把米洗干净。洗干净了，可以去做饭了。把这个脏的碟子也洗干净吧。这里还有脏了的杯子，让我们一起也来把它们洗干净。杯子洗干净了，还有一个蓝色的，蓝色的杯子也洗干净了。这是吃拉面的碗，太棒了，小猪佩奇把所有的碗还有碟子都洗干净了。那大家也跟小猪佩奇一起来清洗蔬菜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